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！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好好好。张总，最近怎么样？听他们说前段时间你有点不顺。啊，出了点小意外，那都不叫事儿。王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啊？哎。日子难过啊，现在市场上啊全是狼，没有羊啊。以前随随便便的拿个明代的罐子卖个唐代的价钱，现在是不可能了。现在的人啊都聪明，藏着不卖。哦，我怎么听说最近来了批外地人，在王老板这儿拿了15万的货，数目不小啊。王老板，你是不是把张某人的电话号码给弄丢了？张总真会开玩笑，前两天是卖了几样东西，但那几个都是远房亲戚，他们也不是业内人士，就是玩玩。嗯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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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玩玩就好，就怕不会玩，玩坏了，就不好玩了。那就不好玩了。那是是是是是是。哎，王老板，你呢，有什么困难，需要什么帮助，咱俩人共同来解决。还要保持以前的合作关系，毕竟这份情谊不能断。哎呀，张总啊。这情谊怎么能断呢？你看啊，我们以前合作的都很愉快，以后也一样。嗯。哎，王老板，我呢是担心你最近一直没有你的消息，所以呢过来看看你。哎，谢谢张总。咱们说点正事儿啊，你这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，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哎，这还不瞒您说，最近啊还真没有，有的都是些铜钱纸币，大家伙。哦，没事儿。那我过去打车吧，你在这儿等我啊。嗯。是你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磕了一下。哦，我今天还去你们茶叶店了。是吗？对，还买了两盒茶呢。什么茶啊？说是今天的新茶。啊。那以后我们公司要买茶的话，都去你们店行吗？好啊，好啊。那你给我留个电话呗。你买茶叶的时候，他给你开发票了吗？啊，开了。啊，那个发票上就有我们的订货热线，欢迎随时拨打。那，好吧。你这是去哪儿啊？要不我顺路送你。郭蕊，快点过来，车来了。哦，不用了，谢谢啊。小心车，小心车。走。订货热线。有点意思。哥，这是海市蜃楼。是你个头啊！那是雾。这
这大晴天的，这么连续下好几天雾啊！妖气。 妖气！哎，哥，哥，有妖气，你也不至于这么生气。我不是生这个气，我是生这帮王八蛋的气。以前跪在我面前把东西往我手里塞，现在有点钱了，跟我这装，可不是嘛？这帮家伙早就该收拾收拾。哥，你发一句话，我带人铲了他。铲谁呀？铲谁？铲谁呀？我们是正经商人。 哎，张总，哎，你还认不认得我？老李啊？哎，啥子事情闹那么大的火？哎，没你事啊，老头儿，给我滚！哎，有事，有事，有事。说。哎，张总，上个月，哎，我给你送了一盆花。哎，别过来。哎，喂，就是个白绿送来的。哦。 小瘸子，好长时间没见这人了啊！哎，你是他舅吧？哎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我跟你说嘛，其实那盆货他是帮我送的，哦。哎，货你收到了，哎，张总，是不是还忘记了结账啦？好，张总，我现在手头有点紧，虽然那盆货不是那么值，好值钱嘛。 哎，都是上千的了嘛，是不是？你提起账是吧？给我8个罐子，7个是假的，还有1个是碎的，你还想要钱啊？赶紧给我滚！没找你算账，算你走运了，还好意思要钱？滚！哎，好好好！哎，张总，我跟你说嘛，那个事情我们就暂时不说。哎，不过我现在手头。 还有些好货哟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哎，赶紧滚！你要不要看一下嘛？啊，看一下嘛！那老头在市场上净搞赝品，没人爱搭理他。哎，他刚才是不是说他手里有什么货？哥，你别信他，他臭得很。 玉露，见到小涛没有？怎么了呀？我有重要的事，你晓得他在哪儿不？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快啊，快！喂。喂。 这个娃儿他不要命了啊！怎么了，涛叔？哦，没事没事，你请吧，你请吧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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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涛叔。
三儿，你这个咋这儿呢？我这二啊，是他哥唐叔。你又认错了。哎，你看，我这个颜色，我老是搞错。哎，现在怎么样了？我找了一个烧烤摊的工作。那你们家老大呢？我大哥一直在开出租车嘛。好，多好啊！你们家三兄弟都有工作。哎，对了，唐叔，你也来这儿参加报名？报名？报啥子名？就是这个，省电视台举办了一个鉴宝节目。 听说只要报名啊，就有钱拿，而且还能去省里免费玩一个礼拜，我当然就去报名了。老二，哎，你现在也算古玩呢？古玩不起，古玩玉。哦，好好好，哎，老二，你这个能给什么？行，没问题，您拿去。啊，对了，叔，我店里还有点事儿，然后我就先走了，好吧？啊，好好好好好好好。 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在这地方能把佛找回来。弟弟，记住，是我的，永远都跑不了。张总，大头兄，很久不见喽。 请问丁耀在家吗？请问你是？我找丁耀。丫丫，哎，有人找你，来了。啊，汤叔，哎，这是我妈。你好，你好。菜在锅上，你去看，别耽误了。 情况有变，我也是打电话打不通，没办法才到这儿来的。怎么了？我们家那尊金佛掉了。哪么样？我老
老板的事想好了哇？我老板可是一直在等你的消息哦，这不等不及了，喊我们几个来看一下。本来我是不想来管这个事啊。大刀，来，你尝尝这个。 急嘛，我这不是正在准备吗？哎，咱们有话好说啊。这是啥子破玩意儿啊？不值钱，我们刚从那个市场的小贩那收的，几百块钱的东西。 看这样子也不值钱，哎，但是这个大小放我车上，哎，可能刚刚合适哦。大哥，咱们这样说，你说个数。说个数？说好多数？哎，张卓，你到这个圈子了不是一天两天了？哎，大哥，你应该晓得我老板最讨厌你这一套。 冲你那几个钱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们老板丢掉了好多钱，他早该跟他老顾客交代。你赔得起？我弄死你！哎，住手！没得你说话的份嘛。好。 这样，我把我的货车送给你们马老板。你喝转机了？当我是瓜的？那一辆烂车子和我两个谈条件？车本身并不值钱，可是你是知道我的吧？我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。 现在这辆货车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它的本身，它可以通过各个大小的关卡，而不被检查，非常的安全。在各省各市，它都有物流公司的牌照。你们老板不是经常在沿海跟那些大富豪有接触吗？有了这辆车，就永远不愁货带不出去。 不管多大，大头啊，这车的手续啊，过两天我就给你办好。天儿比较黑，你路上慢点。人呢？他们在车上等到的。拿来。说哪来？ 哎，大头，咱俩可都是说好了的，你不能打火机。哦，快给你的大头哥点上。谢了，张总。慢走啊。
大哥，你想要什么，你开口呗。邓明皇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你可真不让人省心呐，你居然敢去报警。不是，我又没惹你们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小赵，哎，回来了。嗯，这是谁？这个也是他们考古队的，我估计对我们以后有用，就一起带回来了。你先带他出去吧。走。大哥，对，走，没用。啊！我们又见面了。你不是老赵的手下吗？其实他是我的手下。我们这次来呢，主要是为了凌云棺木。我们也不逼你，你也知道我们的手段。不过我们这次主要是想跟你一起合作。那凌云棺木我已经帮张飞找过了，什么都没有找到，还找出了个炸弹。我想跟你们合作都没办法。你真的要走啊？不折腾狗来得利吗？嫂子也真是的，太不懂事儿了，一点都不为我哥考虑。其实你住在这儿挺好的。你莫怪你们嫂子了，她也不容易。你们哥也是，左又不是人，不想为难她。哼，我就是不高兴。莫不高兴了，有空我来看你。真的？那我打电话你别不接了。哎，挂哪个电话吗？不敢挂你电话吗？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这是要回自己家？啊。嗯，要不带我去你家玩玩？不好的哟，我们爸那边我不晓得啷个交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愿意就算了。走了哈。嗯。哎，小兔儿。我想还有没有东西拿掉？给你东西。我走了。走吧。哥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你想干嘛呀？
算了。走，钳子给我放回去。求求你，别杀我，我不能死。我知道一个秘密，道上所有兄弟都在找的镜佛，我知道在哪。只要你不杀我，我就带你去找，到时候你想要什么有什么。求你别杀我，饶了我吧。我，饶了我吧。别饶了我吧。其他的问题我们来解决，到时候你只用你的专业知识帮我们找到墓地就行，到时候我分你两成，怎么样？对自己没有信心？这不是信心的问题，是信息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还没搞清楚凌云棺木的准确位置，这样找下去不是瞎忙活吗？我来想办法。先不着急，等等再谈棺木的事儿。先尝尝我埋的酒。哎，这哥们儿有个好玩的东西。那个，我啊知道金佛的下落。传说啊。传说金佛里藏着重要的宝藏信息，对吧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您真聪明。这个传说你听说过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我不知道。金佛，我找；棺木，你找。车没，哥，咱之前应该把牌子先拿下来的。哎，怪我，我真笨。哥，那咱现在咋办呢？那市场上也收不到货，现在连车也没了。哥，你这是把经营多年的运输渠道都拱手让人了，这以后您还怎么混下去？金佛在咱们手里就不亏。我现在就是
研究来研究去，也没懂。佛咱们有，可是怎么靠金房找到宝藏呢？哎，要不咱找个专家鉴定一下。我他妈就是专家，不是哥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找个老一辈的，岁数大的。老一辈的啊？谁呀？哥，您找我？啊，进来进来。哎，小陈，哎，那个你知道咱们这资历最老的几个老人是谁吗？最好懂文物的。哎，还别说，真巧了，我还真听说有这么一个人。当年那个故宫文物运送到咱们嘉定的那个护保队队长，他还有一个后人，听说啊，就在咱们嘉定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？这个也是这两天我在麻将馆打麻将的时候听别人说的。有这么回事儿吗？这个人现在就在嘉定。我最烦专家了，不过也好，健健听他这么说。明白。哎，涛叔，今天八个人。好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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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来，商议哈，我们的汤圆汤哈，来来来，欢迎欢迎，来来来，小李啊，啊，快点哈。里边请。啊。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。累了哇，来来来，吃一点。那个事情我已经办好了，还需要我做什么吗？哦，不用弄，其他事情喊我来。那您也小心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。好，去忙吧哈。怎么不说话呀？对，不想说。你怎么招惹唐叔了？我就没见他发这么大火过。不晓得的不要问，多嘴。好好好。哎，你和你的完美基因咋样了？哪个？哦，瑞瑞啊。嗯。没啥子啊，还可以。怎么，小两口吵架了？没有。都是有点撑不下去了。曹猛当初给你出的就一馊主意，就你还信了，说你也不听。嗯，馊主意是馊主意，我掉都掉下去了，对吧？哎呀，刚开始只是花点小钱，结果后头我自己都管不住自己，连你那个都说了别提了，也没啥。现在呀，我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你不晓得，那个剧组开销好大哟，一睁眼就是钱。我怕，迟早有一天会穿帮。那你怎么不回家呢？家？一切都没变。我记得当时中学的时候，有一次你不小心被咱们班一男生绊倒了，我还提着水果来你家看你呢。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记着呢？那当然，那会儿你可是咱年级最热门的话题了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怎么还叹上气了呢？其实当年班里同学都喜欢画漫画。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叫《美少女与王子》，班里一个小男生把我和你画到漫画里去了，还画成男女主角，愣是编一故事，结果被班主任知道了，把我叫到办公室去狠狠训了我一下午，我太冤枉了。
还有这事儿呢，我可一点都不知道。现在想起来挺好笑的，可当时我特生气，从办公室出来之后，立马找那男同学打了一架。现在脖子后面还有那道疤呢，为你而受伤的。你看你，你干嘛打人家呀？造谣呗，无事生非的，害得我在办公室站了一下午，太没面子了。那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啊，拜拜。哎，丁瑶，还有事吗？明天下午别再迟到了，咱们这段时间培训还有日子呢。你放心吧。其实我也有个秘密没告诉你。今天你带有磁性声音的演讲，迷倒了咱公司不少女同事。哦，是吗？嗯，是的。走了，拜拜。晚安。我说你丁瑶为什么和邓明华分手呢？原来是傍上帅哥大款了。我最生气的是，我们老黑发气都骂我败家子，喊我滚。其实啊，你应该回家看看你爸，两父子有什么不好解决的呀？我不回家，主要因为，哎，我给你说个秘密哈，我偷了我屋的东西去卖，好像是古董。古董？那很值钱了。不晓得嘛，我开始只想卖两三千块钱，哪晓得别个一开价都一万五。我急着卖钱，没注意，后头仔细一想，哪那么好的事情，可能遭骗了。怪不得汤叔那天发这么大的火。哎，你这事办的也太不靠谱了。这要换作是我，那也得骂你。不过呢，虽然东西是卖了吧，但我相信你爸还是你爸，你毕竟是他儿子。其实我觉得他挺在乎你的，还经常在我面前提醒你呢。他说我啥子？都说你小时候的事儿呗，说你小时候受了欺负就哭鼻子回家，还说你爱在作业本上画画。对头对头，我跟你说嘛，那个作业本上画的是数学老师和语文老师在亲嘴儿。真的？对对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也太有才了你。哎呀，没想到我们老汉那些都记得到。嗯，是呀，他呀还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呢。一点都不了解你爸，他真的很爱你。那咋个办呢？现在都成那个样子了。其实我多想我爸的，每天都一个人吃饭，好造孽哟。那有什么不好办的呀？那你就乖乖的回家认个错呗。就算是挨打挨骂，那你也得忍着。毕竟那是你爸，他肯定会原谅你的。再说嘛，老人家都是这样，刀子嘴豆腐心。你好好跟他说，这事儿就过了啊。好嘛。今天早上我来接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找你。如果你自以为是，认为自己很聪明的话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不是，那你送我回来干嘛？很简单，有技术的人应该受到优待。回吧。哎。别想跑，要么后果你清楚。
暂时无法。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拍拍坐，闻闻太阳笑呵呵，月亮出来爬坡坡，鼓着肚子找吃喝，小梦一想又诉说，听着真解渴。我们吃要吃得到到，睡要睡得好好，靠山一睡空气很好，不用吃药，我不吃药，可吃长痛药，你听话不听唠叨。一年四季都很勤劳，才会长高。黄色黄色妈妈，蹦擦蹦擦，新加坡来耍耍，好耍好耍。新加坡打破，难过难过，过来吃点嘎嘎，要大要大。黄色黄色妈妈，蹦擦蹦擦，马老虎来耍耍，好耍好耍。坐里坐里叫叫，叽嘎叽嘎，起里起里妈妈。从大佛下过，鸟儿等着你开过，一碗花茶拍拍坐，闻闻太阳笑呵呵，月亮出来爬坡坡，鼓着肚子找吃喝，小梦一想又诉说，听着真解渴。我们吃要吃得到到，睡要睡得好好，靠山一睡空气很好，不用吃药。